是中国东西向线路里程最长、经过省份最多的高速铁路。沪昆高铁在云南省境内全长186公里，是全线最后建成运营的一段，也是云南省第一条高速铁路。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省份，即将告别没有高速铁路的历史。 高速度、高密度、大载肯量，这些指标体现你高速铁路的水平。我们旅客列车的平均速度是最高的，像北京到上海1318公里，平最快的平均速度是280公里。无论说日本、法国、西班牙、德国，都没达到这个速度。 体现了它的综合水平。截至2015年底，从冷温带到热带，从摄氏零下40度到摄氏零上40度，中国建造的高速铁路总里程已达1.9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的60%以上，成为全球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 从沿海到内陆，从高纬度沿海地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中国建造的高速铁路已覆盖了16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每天，在中国的铁路线上，奔跑着4000多列动车组列车，其开行数量已占中国铁路客车开行总量的63%。 2007年至2015年，动车组列车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占铁路旅客发送量的比重由4.5%增长到45.8%。也就是说，如今差不多一半的铁路旅客都乘坐着便捷舒适的动车组列车出行。 什么是高速铁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义。国际铁路联盟曾规定，列车开行时速在250公里以上的新建铁路线，以及经改造后时速达到200公里的既有铁路旧线，视为高速铁路。中国国家铁路局则定义为，列车开行时速在250公里以上的新建铁路线。
以及初期运营速度不小于每小时200公里的铁路客运专线，都属于高速铁路。但无论如何定义，较高的列车运行速度是高速铁路有别于普通铁路最显著、最基本的特征。对于中国人来说，高铁进入他们的生活，仿佛一夜之间。但高速铁路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走过怎样的发展历程？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历史深处找寻答案。火车是人们熟悉的大众化交通工具，但准确地说，它不是现代交通工具，而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1825年，当英国工程师史蒂芬森发明蒸汽机车时，火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依赖机械动力的交通工具。1830年，在刚刚开通的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上，尚处于幼年的英国女演员弗朗斯·金博尔随父亲第一次乘坐了火车。在日记中，这位小姑娘写下自己的感受：你难以想象切开空气向前奔跑的感觉是怎样的。但那时火车的时速还不到20公里。有了铁路，人类的活动半径大大扩展，铁路的神奇和所展示出来的优越性引发筑路热潮，风起云涌。到1860年，英国铁路已延长到3万多公里，平均每年修筑铁路800多公里。正是借助铁路，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在全球第一个迈向近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工业化国家，铁路逐渐走向没落，沦为夕阳产业，其交通运输的优势地位被汽车、航空和管道所取代。1960年，英国麦克唐纳出版社出版了《人类改造自然》一书，其中这样写道：我们已和铁路打了长期交道，因而对它的许多优点已视为当然的了。在有些西方国家，人们对乘火车已不感兴趣。不过这本书也做出了一个预言：当高速行驶的列车出现后，就会重新引起人们对铁路旅行的好处和吸引力的注意。
太平洋工业带。1994年，欧洲之星高速列车穿越英吉利海底隧道，把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三个首都城市连接起来。英国人第一次可以搭乘火车快速到达欧洲大陆，而一列欧洲之星能达到两架波音大型客机的载客量。高速铁路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交通工具，但复杂的技术体系以及高昂的建设成本也考验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高速铁路是铁路现代化和陆路交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你建成高速铁路，也就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包括它的科技实力。这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条铁路，由于轨距为1000毫米，所以被称为米轨铁路。铁路是上世纪初法国人沿着红河河谷设计建造的，从滇南通向越南海防，所以又称为滇越铁路。火车司机王进达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在米轨铁路上驾驶机车开始的。百年风雨之后，如今米轨铁路仅剩下十几公里的距离，并且完全包围于城市之中，与城市融为一体。依然往返的火车，更多的功能是为游客观光所用。穿行于城市中的米轨铁路，也穿行过绵渺的岁月，见证了铁路在近代中国蹒跚前行的艰难历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铁路总长度
只有11000公里，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北和东部地区。广大的西北和西南腹地没有一寸铁路。宝鸡，这座中国西部的工业重镇，是一座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南下成都，翻越秦岭的铁路就从这里出发。在秦岭间盘旋迂回的宝成铁路，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工程艰巨的铁路，打通了304座隧道，建造了1001座桥梁。这也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于1975年实现全线电气化，由此拉开中国铁路电气化建设的序幕。此后，短短20年时间，中国铁路电气化率逐渐达到20%左右，成为世界上继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之后，第9个拥有上万公里电气化铁路的国家。电气化，这是中国铁路迈向现代化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但即便如此，中国铁路的人均长度仍只有5.5厘米，还不如一根香烟长。火车的速度更是长期徘徊在每小时50-60公里。机车，你看，冒着蒸汽，拉着绿车皮，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状态，你看，现在你想看去，完全看不到了。你看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段历史是中国人乘火车最难忘的一段历史。在中国，铁路就是如此特殊。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这是中国人对铁路最通常的描述。在综合交通体系中，铁路始终发挥着骨干作用。煤炭、木材、矿石、粮食、化肥，这些原料和物资长期依赖铁路运输。但除此之外，铁路还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一直是中国人进行中长途出行的首选。这个应该说还是当时是铁路的运输能力不足，当时我们的货运满足率，只能达到3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修建高速铁路，可以大大的释放既有限的货运的能力，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适应这个广大旅客对更高水平的服务的这样一个要求。现实，
31.2亿吨，完成总换算周转量31.1亿吨公里，运输效率居世界第一。然而，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中国铁路，依然未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人便其行，货畅其流，依然是社会各界的普遍期待。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经受着一种大国之痛，这就是春运。经济社会的转型，带来劳动力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大规模流动。但是春节回家团聚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又促使这些人口集中在春节前后展开迁移。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短期大迁移。在几十亿人次的人口流动中，交通运输也承受着世界上最沉重的压力。运力不足，服务质量不高，铁路始终处在社会的广泛批评之中。而买票难、乘车难的持续发酵，更常常将铁路推向舆论的漩涡中心。2008年春运，中国铁路客运能力达到破纪录的1.96亿人次。但就在春节临近之际，南方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雪巨灾，阻挡了许多人返乡回家的脚步。中国铁路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和压力。当时的状况应该是一票难求，一车难求，这种情况还是大家前一个时期对铁路的这个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破解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推进中国铁路现代化，推进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这其中包括发展高速铁路。1990年，当高速铁路推动铁路在工业发达国家走向复兴之际，关于高速铁路的构想也在中国浮出水面。为实现高铁梦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集中科研力量，展开规模庞大而广泛深入的基础理论和建造技术研究，落实了6个技术平台，全面落实6个技术平台的一体化。这个60是勘察设计啊、土木建筑啊、汽车车辆啊，到运营管理、通信信号都有的，一体化来共同努力。这个外国人叫做中国模式。在铁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沈志云院士，一生都在致力于破解列车轮轨关系这个黑匣子。轮和轨的关系，这是列车机车突破速度屏障最关键的基础性课题。1989年，沈志云在西南交通大学主持筹建了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对高速铁路技术进行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自实验室成立以来，张卫华教授一直在这里工作。依托他的研究成果，实验室建造了机车整车动态模拟试验台。这个国际一流的试验平台，使中国成为继德国之后第二个可进行机车车辆全环境动态模拟试验的国家。您看到我们试验台跑了600公里，这个试验这个车呢，现在我身后这个车实际速度就是500公里。当时我为什么我要做这个项目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跑350，我们还多少余量呢？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我们来探求这种高铁的列车它的运动的一些极限问题。在位于长沙的中南大学，
设立有高速铁路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对这里的科学家们来说，他们的挑战是如何突破传统认识下的力学现象，从而探寻列车运行速度的极限状态。从空气动力学角度出发，田红旗教授对高速列车的气动外形结构进行了长期研究。在90年代初，我们国家就开始考虑发展高速铁路，那么实际上我们的高速铁路是经过了几代人这么几十年的不懈的努力、不懈的奋斗，最后走到了今天。大规模科研攻关的同时，京沪高速铁路的线路勘察也在悄然进行。京沪高速铁路的这个勘察呢，应该是从92年，最早是京津段，使用卫星定位测量技术，沿线每隔30公里左右，我们就布了几对这个 GPS 点，从那时候就开始这个打导线呢，测地形啊，开始做这个勘测。科研成果需要落实到工程实践当中，才能为建造高速铁路奠定技术基础。兴建一条快速铁路线，为高速铁路的建造进行必要的技术储备，很快便付诸实施。1999年8月，秦皇岛至沈阳的铁路客运专线开工建设，历经4年建造。2003年10月，这一中国自主设计施工的第一条快速铁路客运专线建成运营。在秦沈铁路客运专线上，中国自行研制的动车组列车曾跑出时速321.5公里的试验速度。铁路投入正式运营后，列车平均运行时速200公里。秦沈铁路客运专线成为中国铁路高速化的起点。通过秦沈线的建设，回过头来又形成或者叫完善了我们高速铁路的一些设计标准，比如当时叫京沪高速300到350公里设计展型规定，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设计的技术标准和技术体系。那么这个技术体系反过来又支撑了京津城际的建设，乃至武广正西的建设。秦沈铁路客运专线建成的同时，一直在进行中的京沪高铁线路勘察也取得突破性进展。2003年的时候开始考虑这种精密测量技术，那时候就感觉到传统的铁路的这个测量技术呢不能满足高速铁路特别是无障轨道的这个铺设要求了。那时候我们率先呢就是在北京一直到徐州这一段3院这一段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 GPS 框架点，或者叫框架控制点，叫后来我们叫 CP0 协定规范的时候，当时还叫基准点，就是叫法上不太一样。建了这几个基准点呢，就保证了这个一个长大线路，铁路长大线路从北京一直到徐州甚至到上海，我们的误差不会超过2个厘米。生产。
从此走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2007年4月18号提出调通，实现了动车组200公里的时速，5分钟的最终间隔，普速客车160公里，6分钟的最终间隔，货物列车5000吨级，7分钟的间隔。到这个节点，应该说走了高速铁路的第一步。进入新世纪后，历经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2008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相继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长江三峡工程，并在航天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对既有铁路线实施最后一次大规模提速改造的同时，高速铁路的建设终于全面展开。2005年6月23日，武汉至广州高速铁路开工兴建，全长10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05年7月4日，北京至天津城际铁路投入建设，全长12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05年9月25日，郑州至西安高速铁路开工建设，全长50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08年8月，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中国实现了高速铁路的零突破。随后，武广高铁、郑西高铁、沪宁高铁、沪杭高铁相继建成运营。中国跨越了梦想和现实的距离，步入高铁时代。中国三大直辖市和4个省份，辐射沿线11座人口超100万的城市。
在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之间，它载动着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高速运转，把城市和城市、城市和乡镇连成一体。就我们现在每天运行的高速列车，这么大的规模试验，保证这么大规模的高速列车安全、平稳、舒适的运行，而且效率这么高，在世界上也是没有。伴随着中国迈入高铁时代，高速铁路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出行习惯，改写着人们的生活面貌。整个铁路发送量的50%，同时中国高铁这个发送的完成的客运量也占了世界高铁完成客运量的60%左右的这样的水平。这天下午，朱继平和妻子周红梅一起上街购物。这个吧，这个呢，这个多少钱一件？这是夫妇俩筹划的一件大事的一部分，回家。这回家要放冰箱吗？要。哦，要放冰箱的。那我们坐车的时候，从车上走的时候不怕吧？没事吧？没事的。自从20多年前来广州谋生，他们差不多每年只能回到家乡一次。春节正在一天天临近，街上洋溢着与往日不同的气氛。就这里，就他这里。就在这一天，2016年春运拉开大幕。春运中，全国旅客发送量将接近30亿人次，而乘坐火车出行的旅客将逼近3.3亿人次。每年过年回家团聚吧，因为这中国传统年嘛，不管是好坏，尽量能够回家团圆嘛。钱多少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开心。乘坐高铁回家。为应对2016年春运，
那么这些年应该说通过高铁的修建，一票难求的问题基本上大大的得到了缓解，一车难求的问题基本上现在不存在了。所以从运输能力的角度是更好的适应和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老朱和妻子踏上了回家的长途。作为一名火车司机，王进达今天将迎来他新的事业起点。成为云南铁路局第一批选拔出来的高铁司机。这个场面随着沪昆高铁全线开通运营的临近，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高铁驾驶员的选拔条件十分苛刻，对驾驶员的要求不仅是生理上的，对驾驶经验的要求也是历史上最为严格的。王金涛到，王金涛到，张毅到，孙勇到，老建斌到，韩永清到，侯在文。王进达开始了自己高铁驾驶员的培训。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切记呢，就是那呢，就是我们闭合阻断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次进那个高铁动车组的驾驶室，那个种感觉是焕然一新的，跟我们普通的机油机车是完全不一样的。操纵的东西，需要司机操纵的设备是越来越少。就感觉是进了五星酒店的房间。然后呢，你比如说像这边，你调到车辆信息。对于第一批被选拔出来的高铁司机来说，他们都期待着沪昆高铁早日全线通车，早一天开上令他们神往的高速列车。中国铁路的快速发展，不仅让他们不断挑战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型机车，更让他们感受到高速时代的脉搏。有人说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咱们中国也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要说了嘛，变化最快的还是我们中国铁路，从密轨到标轨到高铁，就这短短的十多年来，我亲身经历了，我有幸经历了，我觉得这是我2016年七月五日早上10:40，云南第一趟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昆明南站开出，这意味着沪昆高铁全线开通运营在即，也意味着云南即将融入全国的高铁网，拉近与内地的时空距离。王进达和千万个中国高铁司机一样，进入了中国的高铁时代。
从没有移送高速铁路，到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人以较短的时间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又一次创造了奇迹。一条条向远方延伸的高速铁路，凝结着人类对速度矢志不渝的追求，展现着一个民族创新进取的身姿，镌刻着无数建设者生命的印记。